这是豌豆，这是小鬼头。小鬼头，你瞪着我干什么去了？ OK， 植物大战僵尸杂交版，最近作者更新了几个炸裂僵尸，我们来玩一下迷你游戏《植物僵尸三》。馒头巨人？哦，不对，坚果馒头。不对，馒头坚果，坚果馒头，他叫坚果巨人僵尸。游戏开局先种个豌豆香蒲，套个阳光南瓜壳。豌豆小鬼每隔20秒会召唤一个僵尸。小鬼都出息了，都有小弟了。对不对？他是不是会直接爆？好。这一局主要输出植物豌豆香蒲，坚果僵尸巨人咱先不管他，摆好阵，支援一波，给个阳光。OK。这个坚果巨人本身血量一般，但死后会随机召唤加冈特尔巨人，烦呢。直接给我变个头盔巨人，老大买一送一，摆个锤子。僵尸巨人开始多起来了，呆了朗朗都能派上用场了。种个阳光豆保障后勤，白嫖的土豆雷也安排上，炸僵尸还能送100阳光呢，嘿嘿。借力打力，给个阳光。后排有豌豆香蒲配蓝火去疯狂输出，前排朗朗助手，哎呀，完全可以挂机了，好吧。两边也不需要种植物，很容易被打死，就往中间集中种植，炸死一个巨人又来一个巨人，这就是坚果巨人最恶心的地方。不过我的僵尸坚果还是蛮好用的。最后一波，天热来个雪花飘飘，给僵尸们降降凉。你们看啊，我打死他，他又来，好在场上就他一个僵尸，拿下。